高雄原有的丽与美，高雄扣件产业全球第三大出口国，航太产业产值占全台比例达25%，仁武产业园区在集结金属制品、运输工具、物流、机械、电子、电脑产业与亚洲高阶制造中心，引进低污染高质化产业，是国内综合性产业园区最佳代表。仁武产业园区旁有双港双道，园区内公共设施比例超过30%，弹性容积率发挥最高使用效率。上游北高雄研发优势，下游南高雄海空双港运筹资源，高雄工业用地抢手，多数租售完罄，仁武产业园区成新兴焦点。高雄拥有厚实的优势产业，我们在螺丝金属制造、航太、印刷电路板以及封测都是前段班，面对世界层次的竞争，产业转型是高雄往前迈进重要的一步，市府会全力的协助业者媒合资源往高阶制造中心发展。仁武产业园区完成开发之后，可以释出48公顷的产业用地，提供6300个就业人口，创造242亿的年产值，也会带动园区周边生活机能的需求。未来我们会结合国防产业、金属材料指标厂商以及相关的电子产业、工具机业者，建立上中下游完整的供应链，欢迎大家加入产业升级高雄会。